咁啊，啱啱咧，而家連續啊4足5、6、7、8隻出去彈，因為現場咧有啲人咧就因為慶撞上陣啦，所以咧就係。
以啊，就係依家去消防員咧，就係、依家消防員係救緊火啊！呢度呢度啊，喂！咁啊，啱啱啊，警方系射咗嘅多枚嘅催泪弹。咁啊，有人系不断咧就系咳嗽。咁啊，消防员咧亦都喺度咧就系救紧火，因为咧应该就系第三度咧就系着火啊！呢个沙田警署嘅门口。示威者就是退后了的，散了一些人。今天刚刚说呢是有20架的狗车就走过来，咁啊，见到咧示威者收到呢个消息之后咧，就撤咗大部分嘅人啊，但系仍然系有人咧，就将一啲砖块咧就系掉向咧呢一个警署门外。咁啊，见到天桥咧就系示威者就已经散去噶啦。咁啊，依家咧就系大部分嘅示威者都系撤紧嘅。咁啊，刚才咧收到一啲消息咧，就系指咧就系佢哋咧就系会咧11:30之前咧就会走嘅。有警车啊，走啊！好，做为止，今日完啦。好，完啦，你走。诶，食糖水。系啦，咁啊，有示威者就话咧食糖水啊，就系。食糖水。系啊。咁啊，相信咧，佢哋今日嘅行动咧，喺沙田嘅行动咧，就系已经系完结噶啦。咁啊，因为咧，佢哋咧就听到咧，就系城市咧有20架警车就嚟紧噶。咁啊，佢哋咧黑社会。咁啊，佢哋咧就系话咧就会撤退。咁啊，我哋咧就会。有冇影到啲催淚彈？係有嗰場未啊？嗰場一齊。咁啊，剛才咧影到嘅催淚彈咧，大概7年嘅。咁啊，依家咧，我哋咧就係去到咧呢一個嘅瀝源街啊。咁啊，隨處咧都見到咧係有剛才嘅催淚彈咧，令到咧示威者咧係需要咧就係作出一啲嘅舒緩嘅治療。
大家命，全大家命。咁我哋睇下，示威者係咪真係會撤退啊？咁啊，今日咧，沙田嘅警署係三度起火啊！咁啊，基本上見到消防員咧都係已經係直接喺個 stand by 咁滯啊！咁啊，見到一大批嘅示威者，淨係咧撤向呢個圓和路嘅方向。今日見到他們向著圓和路的方向，向著這個大會堂就是前進的。是不是他們就會撤退呢？看這個款式都是會撤退的。今天咁啊，呢一度嘅示威者咧就不停咁样就系高呼嘅，就系有狗车，就系要快啲走。咁啊，佢哋就系叫呢度嘅人咧，就系快啲翻去向呢一个嘅大会堂方向就前进。咁啊，依家系大批嘅示威者就系离开咧呢一个嘅沙田的警署。刚才沙田警署发射了超过700枚的催泪弹，一次的爆发就令到很多人就是感到不适。这就是沙田的情况。看到啊，佢哋依家嘅行嘅步速啊，都系颇快嘅。咁啊，極有可能咧，佢哋今次咧就系嘅行动咧，就系完结今日喺沙田嘅行动。因为佢哋咧刚才听到咧，承受20架嘅警车应该。
係啦，今晚見到示威者應該係撤緊嘅。今日示威者咧，应该就系撤离中。咁啊，佢哋依家咧就系嗌住行快啲。咁啊，咁啊，系听到啊，系有呢一个嘅警车由丽豪酒店嗰方面咧，就系嚟紧噶。咁啊，见到示威者开始撤退啊！后面是有警车的，应该很远方接近和斜那方面是有警车。真的没电。是啦，远处是有闪灯啊。咁啊，睇落去咧，加住，系啦，相信呢一架咧就系警车，加住，系啦，咁啊，已经系沙田咧，已经系嚟咗咧，就系警车噶啦，咁啊，见到啊，示威者已经开始撤退。咁啊，已經係撤得七七八八噶啦。沙田警署嗰邊咧，應該係已經係冇曬嘅示威者。咁啊，見到啊，遠處啊係有警車嘅閃燈。好電。我 hold 住。好電啊！好電。你 hold 住。你拎住呢个，唔系冇电啊！即刻，我知啊。咁啊，即系油尽灯枯，我哋嘅器材已经冇乜电。咁啊，可能一阵咧镜头啊会比较摇晃。
咁啊，元和路喺远处啊，系有呢一个嘅警车嘅闪灯。但系咧，示威者基本上咧已经系散得七七八八噶啦。看到啊，示威者多数都是向着这个沙田警不是黐线，不是沙田警署啊，是沙田大会堂的方向。今天来回这个的新城市和这个的警署啊，和斜警署啊，非常之频密，已经是思绪有点混乱了。现在大部分的示威者都已经撤离了，应该今天沙田的所谓的抗争的行动或者一些的就已经是完结了。这批应该是最后一批呢，就是由沙田警署就是撤离的示威者。是的，那应该是悉数就是全部离开的了。前面就是这个的集会的白布梯，不过呢这个的不反对通知书的期限就已经过了。后面也只剩十数人，某部分都是记者。刚才有确认过，就是元和路应该就是示威者就已经是撤离的。好了，暂时的消息就去到这里了。因为沙田的暂时就是没有发生什么的事干。好啦，咁如果有最新消息，就再同大家報道。